好，我是艾比，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。我跟你们说，考评酒师四级，我最头痛的加强酒单元给我考过了。把 YYDS 打在公屏上，加强酒真的学得我呕心沥血，我这几个月备考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所以呢，今天为了庆祝一下，我就想下午没什么事，那我就调杯酒犒劳一下我自己。这不上次拍卖会的时候，人家送了我一个调酒礼盒，你们很多人都催我出一个调酒视频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调一款名字特别有趣的鸡尾酒，叫做洛杉矶女人。首先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印象中的洛杉矶女人打在公屏上。那说到洛杉矶女人，我现在脑袋里都是卡戴珊姐姐的脸还有她的身材。我大部分认识来自洛杉矶的女生呢，我觉得是那种特别阳光，敢说敢做，而且是你绝对不想惹毛的类型，不然你就会被。只调一款洛杉矶女人怎么能够呢？今天还要来调一款我最熟悉的女人类型，潮汕女人。没错，就是我本人。你们不要再问我从哪里来。来，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印象中的潮汕女人。现在是不是公屏上有贤惠两个字飘过？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啊，每一次我跟别人说我是潮汕女人，他们就来了。哎，你们潮汕女人是不是都特别贤惠？哎，你们潮汕女人是不是做饭特别好吃？哎，是不是娶了潮汕女人以后在家什么事都不用干？ What？ 什么都不用干？有这么好的事？不用干。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刻板印象。我身边一起长大的潮汕女生，我觉得与其说贤惠吧，还不如说特别的独立能干。但是呢，做饭好吃，这倒是真的。今天呢，我就按照我对潮汕女人的印象来调一款有潮汕女人感觉的鸡尾酒，看看哪一款是你的菜。我们首先来调洛杉矶女人，用到的材料：琴酒、蜂蜜、甜菜根粉、姜汁啤酒，还有一点青柠。加入60毫升琴酒、30毫升1:1蜂蜜水，挤入青柠汁，加入1小勺甜菜根粉。将冰块和酒一起倒入杯子里，最后加上姜汁啤酒。LA 女人就做完了。潮汕女人的调酒材料有香草味伏特加、蜂蜜水、旺仔牛奶、浓缩咖啡，再加一点点薄荷作为装饰。30毫升香草伏特加、10毫升蜂蜜水、60毫升旺仔牛奶。筛掉冰块，倒入有冰的杯子里。最后注入灵魂的咖啡。放上作为装饰就完事儿了。啊，终于到了试喝环节。我发现我最近调酒真的很少翻车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一个老油条，还不是老油条，我是一个老手啊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洛杉矶女人是什么味道。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有活力的感觉。我们来试试。这个甜菜根粉的味道很特别，让我觉得这杯酒特别的养生。它那个姜汁啤酒后面带有一点辣，我觉得就是跟洛杉矶女人就是那种敢爱敢恨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甜菜根粉的甜跟姜汁啤酒的辣结合在一起还是蛮特别的啊，蛮喜欢这个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潮汕女人，看看有没有我的感觉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内心细腻，外表刚强。我觉得用旺仔牛奶来调酒真的是绝了，我可以出一期旺仔牛奶调酒特辑，想看扣一。有一种喝拿铁但又带有点香草味。那你是会喜欢洛杉矶女人还是潮汕女人？不好意思，没得选，你只能选潮汕女人。下期呢，我准备说回我的老本行葡萄酒，不然你们有些酒鬼又要说我不务正业的葡萄酒博主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3连不许白嫖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